今天拍摄收工的这地方离我之前去吃的一家在厦门的非常好吃的一家海鲜不远，然后准备给大家录一段小小的 vlog， 然后给大家拍给大家看一看。吃海鲜去了，走吧。我们就来到了这里，风景还不错。不是打广告，这家味道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给大家看看，看是不是现做的海鲜，拍给大家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叫无笋的。阿姨，这个怎么吃？这个拍起来呀，这个酱。开起来吧，这样的，哎呦，红哎，红吗？里面这个？这你得试试看看。这个冒着鲜明烟，一人尝尝一点啊。这是，哎呦我天，哎呦，你看能不敢吃它，哎呦我的妈呀！试试看，好吃了。真的假的？真的。我都不敢吃。还要吗？我不要不要，不退了，帮我们退，三个帮我们退了，拿多了，都以为是果冻什么的。果冻，真不敢吃这个。QQ 冻，竹笋冻也好吃。是那个蚯蚓吗？蚯蚓。吃起来可以。沙虫啊？沙虫，吃起来挺好吃的这个。还有可能？脆脆的。对啊，但是我不想吃完这个。还点了一个这个特色的麦的茶，麦的应该没什么味道，我不想吃这个。哇哦，我们两个大菜上来了。阿姨，笑笑笑，这里这里。哎，谢谢阿姨，可以可以端一下就行。哦，有点烫，我来我来，有点烫。这个是什么？哇哦，开动了，先吃吧。这个叫什么虾？不要吧，光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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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光不要光。酥肉我最爱吃的酥肉扇贝。好的，我们要开动了，吃饭了，吃吧。好的好的，吃播开始了，吃一个大菜，也点的这个叫什么虾？这个你们查一下，这个叫什么虾？好大一只虾，看看。这个就不用我包，我就不喜欢吃要动手包的。它这个黄能吃不？你确定？它这里面还有黄。黄不能吃，太苦了，太苦了。咋吃的呀？这个？这虾好吃啊！快，一人二四，快吃，六八七个，还有多，好吃。蒸的这个虾是非常嫩，它这头不能吃啊，头不能吃，里面这个黄都苦的。这个酥肉我刚才偷偷吃了一口，蘸那个酱非常好吃。那个酥肉有点甜，有点甜甜的酥肉，感觉放糖。鱿鱼我不喜欢吃，空心菜，这叫地瓜菜是不是？地瓜叶，好吃。我也很喜欢吃菜，菜也好吃。这个是什么？菜地，还有，看一下，看一下，好吃。可以来看一下鱼了。
蒸的鱼。这茶也好好喝，麦仔茶有点甜甜，放了一点糖，有点像是大麦茶放了糖。蛏子必须得吃这个，这个好好吃。哎，这竹荪，哦，也叫蛏子呗，不管，反正就叫蛏子。好吃，这蛏子好吃。这里面都是，是不是都是蛋白质？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吧。扇贝这个东西必须得加上粉丝一起吃，嗯，好吃，必须得点。太好吃了，这扇贝好好吃哦。这鱼，这叫什么鱼？石斑鱼。石斑鱼。嗯，好吃，比较清淡。我们现在还差一个那个福建的特色的一个主食，然后福建这边的菜呢就比较清淡，可能这个像我这种哈，也不是像我，我现在在外面已经习惯了，就像如果是从四川刚来的，肯定吃不习惯。但我已经习惯了，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待会儿那个来了，快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混条，混住了吗？混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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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条。要入香肥肠，它这里面很多海鲜，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没吃过这个，好像上次反正没吃。这个是他们这边的，哎呦我天，你愿意看？不喜欢吃，就是挺淡淡的。比较喜欢吃清淡的，然后有点海鲜，里面放很多海鲜，明鲜，非常鲜香的感觉，鲜美。但可能少一点辣辣的感觉，还是放点辣椒可能最好一点。我今天最喜欢吃的是扇贝和蛏子。还差一行啊 ，OK， 这次的 vlog 就在这里，明天要开始新的工作了，加油哦，拜拜。